这个游戏名字叫做《僵尸吉儿之家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拿《恶灵古堡》来乱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只是刚好同名而已啊？那不是《恶灵古堡》吧？什么《恶灵古堡》这种粪梗？好，我有枪，好。我已经听到外面有僵尸在叫了，所以我要打出去吗？这么简单啊？不能跳，这灯也太棒了吧！没见过这么棒的灯。天哪！里面在吃人哦。啊？这是他们制作团队的名字啊，《吉尔僵尸之家》。前面是开头说我去搜寻有人被吃就对了。哎，那是我的车车。好，画面好黑哦。这是倒叙法啦，那个是我们遇到僵尸之后的事。没有火堆啊。有个人欸，狂风暴雨之中，有另外一个游荡者，在邪恶屋子里失去了一切的东西，对吧？在你不永不停止的梦境中，你就好像在火焰中迷失，他建立了一个真正邪恶的地方，然后可以限制那些邪恶的东西在里面，找到源头，摧毁那个邪恶。好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把它推进火堆里面。到底是在干嘛？黑魂的表达方式。屌。对，这里是哪里？前面要打什么？古达哦，哎，那是古达是不是？前面有一只哎，消失了。哎、欸，又有一只哎，靠北，那不是古达啦，那个是那个一直重复使用的女病人模组啦。他是在带路啦，之前被邪恶怪物杀死的无辜灵魂。他们要带领我到邪恶之家里面，这里非常的邪恶，充满了邪恶的气息。躲到之处，到处都是邪恶的生物，好邪恶啊！什么都挡起来了，打开了邪恶的大门，进来了邪恶的走廊。这什么烂地方啊！哟，哎呦，不吓人呢、欸！这什么混子的地方？能上楼？上楼之后不就跟我刚刚做的那场梦是差不多的吗？呼吸着邪恶的空气，躺上邪恶的床，欸，这床好恶喔。还有个纸条欸，我绝对不要失去冷静。Boomstick 是什么啊？散弹枪，已经准备好了。讲什么啊？这是我啊，崩死地克，干！这是写纸条的人吧？那镜子中的还活着哎、欸，我怎么不能动？快让我拿枪啊！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哎、欸。快让我拿我的崩死地克！
干嘛死了？这个铺陈太久了吧？这铺陈超级久哎、欸，九三小。好，可以捡的东西有标示哎、欸，好棒哦、喔！一牙杠，这个人被咬的好干净哦，这不就是刚刚坐在外面讲古的那个胖子魔族吗？他头人不见了，拿着新手大礼包打怪去喽！哇哦，怎么是隐形的、啊？小，这家伙是会偷袭的吗？我没子弹呢，这可以挡吗？左边那个男人，我在这边迷失了我的女儿，还有我的老婆。右边那个男人说：“我也是、欸，那是我的老婆吉尔。”回来了，左三右三，左二右一，三，左三右三，哎，我每次在碰这个保险箱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有叽叽嘎嘎的声音啊？吓死谁？心脏放大颗，那是故意要吓人的啦，不是啊？哟，但是子弹不够啦，这敌人都是隐形的，怎么打？这游戏好紧张哦！有一个死人，炸弹，炸弹！还小、哦，在演三小。如果我没子弹了，这游戏怎么进行？他那个应该是他的亡魂呐、啊。那个已经死了，看起来是个炸弹，闻起来也是个炸弹，吃起来也像是个炸弹，一定是个炸弹。好笑，我没有近战攻击啊！卡三小。怎么玩啊这游戏我哪有近战攻击啊？如果再来一只怪物，我不就死定了？原来是什么传送门哦？把炸弹放上去，等一下有没有子弹啊？20个。一言不合就要炸家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召唤怪物的魔法阵吧？好，一言不合就放炸弹。Holy shit！ 这声音好恶心哦！一言不合就快跑，一言不合就炸家。我靠，这怪物太多了吧？这怎么来的？我干嘛打、啊？他们根本跑不过我啊！哦，等等等等，我错了，他们跑好快。黑客卡，当僵尸吉尔被放逐了。消失了，而且地狱之门也被摧毁了。这个房子
再也不连接着邪恶生物，谢谢你。好不好玩？物理放逐。嗯、啊？不知道该怎么讲哎、欸，什么游戏啊？从头到尾我不知道怎么僵尸集合在哪里啊？僵尸集合就是那个万用模组，然后会消失的那个就是僵尸集合吗？那他是怎么出现的、啊？谁画的魔法阵召唤那个东西啊？就来自邪恶。疑问过多，好啦，要不然啊，我们用最白痴的想法就是，哦，我车子开一开抛锚了啊、哦，然后我走想要去求救，结果遇到一个全身没有穿衣服的胖子，头上还开了一个大洞，跟我讲说这边有巨大邪恶存在，就在上面那间房子，邪恶之屋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反正这边只有这栋房子，我就上去看看。然后到了房子里面，突然发现，哦，这边有一把散弹枪，还有死人呢。我知道把散弹枪拿起来对抗邪恶，然后最后，哦，我又不小心找到了炸弹，顺手把这个邪恶之屋炸了，然后对我们的世界环境多尽一份力，对不对？驱除邪恶嘛，还需要什么理由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吧？妈的，乱七八糟。